第35首，这是一首非常轻松欢快的分解八度的练习曲。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：一、弹八度的手型位置，大指往里去一点，往里侧，在黑键边上弹；小指呢往外侧，例如。第二点，黑键上尽量用四指，以缓解小指的压力。第三，手指在弹分解八度的时候呢，要略略伸直，手指呢主动下键，不在必要的时候呢不加手臂的分量。第四，跨度大的八度尽量贴键弹，以加强准确性。例如第十二小节。我完整的演奏一遍第35首。